拍吧，再给你变一个魔术。我洗一下牌啊，抽一张牌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放回来。哎，好。我没看啊，我洗一下。然后我现在给你看，你看到他的时候呢，你不用立刻喊停，但是呢，可以过一会儿再说你看到了。但你看到了，就是你一定要说你看到了。看到了。确定吗？嗯。害怕。你来中国多久了？2年半，差不多。那在中国，你最喜欢哪个城市啊？海南。海南，中国海南。来，帮我拿一下。帮你拿。是不是第一张？是。哦。那我们再来一遍行吗？这个魔术一天不能变怎么多？不，再来一遍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你再来一遍。每个人只有一次，明天再给你变。哎呦，这个魔力它不够了。你是不是怕我会知道了？你肯定不会知道的，因为这是纯靠就是魔力，这是 magic。我给你变一个。我洗一下牌啊，抽一张牌，别给我看，记住它。我洗一下啊。我现在给你看，然后看着那张牌呢，你也不要说话，但是就是你可以看着它以后呢，你先装没看着，过一会儿你再说看到了，但是你一定得是真的看到它了。看到了吗？确定是吧？你最喜欢的星座是什么呀？金牛吧。金牛座，金。你帮我拿一牌，看第一张是不是？对吧？是吗？是的。这是一个魔术。怎么做到的？这是个魔术啊！你知道我怎么变的吗？想不想给你变一个？我其实是靠了，抽一张吧，自己看别给我看。好，洗洗牌。你看到了，不要立刻告诉我哦。好。但是就是你要确定你真的看到过它。看到了。确定吗？确定。那好，你现在就是目前就生活中还在接触，就每天还会发微信的朋友，有你的同学吗？有。有几个呀？两个吧，帮我拿一下。是这样吗？哦，怎么做到的？哎，魔术这种东西，你就想 enjoy 它就好了。梦姐。哦。看不出来，泰哥，看一下，怎么做？来，维哥，再给你变一个，手挺快呀，小伙子，把下一张给我。我们来玩狼人杀吧。咱四个玩不了。我们四个人玩三身份。还得有个法官呢，不是？我来当法官。哦，那就我们三个玩啊。嗯，我觉得是可以的，试试吧。我们一人三张，三个身份放在你们面前哈。比如说我是狼人，我杀哪一张就直给我就行了，他那张就消失。哪个职业消失了就消失了，消失了就消失了，不能再发动技能。如果他没有砍中，砍到旁边的了，就无所谓。三张牌全部死完就结束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狼也是，人也是，狼死掉了，就死掉了。啊，明白，懂吧？那狼人的获胜条件是什么呢？杀光所有。平民。对，你三个人的话，你估计就很快。你连续砍一个人，一般就 OK 了。或者我再拉一个迷雾进来。拉一个迷雾，游戏进度会慢一些。但是就没有毒药啊，女巫也只有一个药 ，OK 了。
那如果你是那个就是什么女巫和那个燕家，哪个是你的第一牌？都可以用，随时，就是你并列。我这三牌，我同时都是这三个角色。对，对，并列，就跟他砍那一个。OK， 懂了啊。狼人不能空刀吧？但是可以砍自己。杀他自己。就是比如说我有三张牌，我可以这个砍这个。没有问题，我是接收的。OK 哈，你就当有九个人在玩，但实际上只有三个人。OK 了 ，OK， 我开始发牌了。能看懂吗？好心疼你啊。他能玩明白吗？他能玩明白。我可厉害了。来，开始吧。看出来，随便摆在你自己面前啊。并列，梦姐来。并列啊。天黑请闭眼。狼人出来。狼人给我一个号式，就直接给我指吧，直接给我指你要砍哪一张。好，狼人回去，预言家出来。预言家想要验哪张牌？这个是好人，这个坏人，他是这个。女巫出来，女巫。昨天晚上，这张牌使了，救不救？这个是救，这个是不救。OK， 女巫回去。天亮了，早点平安夜。是没人死吗？对啊，没有人死。这么说吧，我是预言家，我觉得女巫得保护我，然后我验了昨天晚上验了鸟鸟的一张牌，是好人，一张牌是好人，听懂了吗？然后我已经自爆身份了，跳出来玩了，所以我觉得狼人可能会刀我，然后我觉得女巫要保护我。鸟姐跟你说话了。我是预言家，我是预言家，我验了派派的一张牌，验出来是好人。你也预言家呀？不能对话啊，不能对话，不能说话哈。哎，等一下啊。我验了派派的一张牌，验出来是好人。然后我觉得女巫要保护我。哎呀，我刚有一个逻辑，但我忘记了。梦姐说了什么？完了。孟子是不是刚说他看了你，然后你是好人，他说了什么？但是我知道，我那时候他说完以后，我在想，就是他肯定是狼人，因为我是女巫，然后我觉得你应该是预言家。对，我昨天救了我自己。我是三二一就要指出那个人哈。三二一一，不能跟。好，孟姐，你们准备商量他哪一张出去？你们俩。哦，完了，派派选吧。因为我猜孟姐是那种就是他会把他的狼人放在中间，我觉得他的四项方式是这样的，你觉得呢？中间行。好，能看吗？你们不能看，是是是，他倒了一条命了啊！我能看。好，天黑，请闭眼。狼人出来，哥，你要砍哪一张牌？好，狼人回去。预言家出来，要用这个。OK， 这个是好人，这个是坏人，他是这个。好，预言家回去，女巫出来，女巫啊，女巫，你可以选择这个或者是这个。好 ，OK， 女巫回去。
天亮了。昨天晚上谁死了？死了。你就想想嘛。派派，该你说话。哦，我觉得孟姐为了让别人觉得就是她不是狼，她杀了她自己的一个平民一张牌，所以那张牌肯定是狼，我觉得。该鸟儿姐说话。现在就是。我昨天验了孟姐的一张牌，孟姐就是狼，咱们把孟姐偷走就行。说结束哈。但是为什么你没说？就是你看了哪张牌呢？不能回答。不能回答，不能回答。我觉得到我了，是不是？首先我不能再死了，然后我验了鸟鸟，鸟鸟就是这张牌是狼。现在你跟我把他这张牌投下去。如果我是狼的话，咱们先把这个东西投了，投了大不了下把你们再把我给杀了，我肯定还是输，因为我现在只有一张牌了，我再投一轮就死了。你跟我，咱们这把把他投了，然后这张牌给你亮出来，他就是狼，他就失去了狼的身份，咱们俩就赢了。相不相信我？就是这张牌，我都验出来了，我预言家。我能说一点话吗？不能啊！结束了哈，我输三个数，大家同时 啊，同时举出你要投的人啊，不能犹豫啊，犹豫就算作弃票啊。OK 哈，等一下，你让我想一想，行不行？不亏，我就一张牌了，你马上就能把我投走。三、二、一，你指的谁？你指我。游戏结束。他是狼，我就告诉你，我验了他是狼。你真的离谱，妈有两张了。你知道吗？孟姐第一次验到这张了，她说是个好人。你怎么全是好人？我一看我两张狼，我都崩溃了。咱们人太少了，这个不好玩。我好，我跟你来一个好玩的版本，马上啊。行啊，我跟你说，双身份怎么玩啊？就是有前后身份，比如说我抽到了平民，我如果是两个都是平民，我是好人；我一狼一平民，你是坏人。但是你得把平民牌放上面，如果预言家验到你，你现在是平民，啥？懂吧？啥？你能验他上面那一张牌，上面就会告诉你他是好还是坏的。如果他上面一张牌没了。你验的是下面那张 ，OK 啊，你是有两个啊，对，但是不能交换顺序啊。来吧，每人两张，我直接发，你可以随便交换上下顺序啊。但是我要先玩上面的那个角色。对，你只能玩上面那个角色。那我下面那个角色呢？先不能动，除非你上面那个死掉了。啊，是这样。大家看好自己这样，然后把牌放在桌面上，面上那张是我只能给查验的一张啊。OK， 天黑请闭。先狼出来，狼人给我指令，给我指一下你想要砍谁就行了，我就会默认他的第一张会倒掉。好 ，OK， 狼人回去。预言家出来，预言家指一下你想要查谁。这个是好人，这个是坏人，他是这个女巫出来。昨天晚上有人被砍了一刀，救不救？不救。确定不救。OK， 女巫回去。T
天亮了。啊、哦，我还有一张。你二姐先发言吧，你就这么赚了。嗯，我是好人。我，你是好鸟。我是好鸟，我是女巫，嗯，但是我上一轮没有救，因为我不确定狼人会不会杀自己，就这样。但我是一个好人嘛，我听听你们俩到底谁是不好的身份，这样。我呢是好人，我看了鸟姐是一个好人，因为我觉得眼在要直接说出来，这样我们可以一起合作赢。我下一轮我可能就死掉了，因为就是现在狼。已经知道了我是谁。我要解释一个点哈，如果说我抽了两张牌，我是两张，一张狼和一张好身份，我是属于坏人阵营的啊。但是如果我只少了一张牌，我还是可以砍人的啊。嗯，所以我是觉得就是，怎么？你砍我，你得保护我一下。啊，我真无语。不能说话啊，不能说话。好，发言结束了哈。我们白天只有一次投举的机会哈，每个人都只有一票啊，我们一共就只有三个人，就说明至少得有两个人同时指向同一个人，他才会被投走。OK 哈，三、二、一。好，梦姐少一票。为什么投我？我想看，没事，哎，不，你不能看，你不能啊，这是你的哈。我是好人，他下把可能会砍我，你肯定给我啊。嗯，这很快，继续来，天黑请闭眼，天黑请闭眼。狼人出来，狼人想要砍谁？给我指一下。预言家出来，预言家给我说一下你要指谁。 OK， 这个是好人，这个是坏人，他是这个。 OK， 女巫，女巫出来。昨天晚上有人倒了救救啊，女巫要救。 OK， 女巫回去。好，天亮了，昨天是一个平安夜。天亮了啊，天亮了，你救我了是不是？从你先说，我先说。哎呦我的妈！行，那我想想。哎呦我的妈！那我知道你是好人，因为我觉得他给我的那个手势是的。我觉得刚刚孟姐是在撒谎，他是在用我的话，我有的信息。来再跟你说，让你觉得我是狼人，但其实我觉得就是肯定是就是孟姐是那个狼人。我不知道上次她是不是杀了她自己，然后女巫我不知道用有没有用，如果你用的话，那她肯定是上次杀了自己，然后你用到了那个怎么说药吗？哎，我都已经被你们投一个了，而且我觉得刚刚狼人有杀我，我觉得你那个东西是救了我，我真的是预言家。然后我觉得现在很危险，因为如果一会儿你投，你再把我投走的话，那狼就赢了，真的。嗯，我是就是预言家，我不知道派派为啥在说啥，我觉得他很会玩，他又在那刚才不又在那说什么玩意儿，什么你建议你一直用啊用啊什么的，不知道他啥意思，听不懂。嗯，你被欺负了。我感觉你们两个说的话都差不多，但是你们两个都没有说你们上一轮验了啥，验了谁。按道理第二轮不应该还有一个验的酒？哦，那就是有一个预言家已经，那就是，可能第一天晚上派派的预言家的牌被刀了。
然后派派第二轮就不能再预演了，然后梦姐又投少了一张牌，然后他可能会杀派派，但是我又把派派救了。哎呦妈，你这下就是整个认定我是狼了。就自懵了。来投票，我是三二一，举出最后那个人啊，三二一。好。哟哟，Hello 六五零的朋友们，各位二傻爆炒的朋友们，我们因为要结业了，听说你们每天都工作的很辛苦，给你们送点吃的，作为我们结业的礼物。哦，这个太……但是我们今天给你们准备的东西都是哇。哎呀，这每一道菜都是你们一个人哈、啊，你们自己感觉感觉啊，一个人，这是萝卜丝儿吗？对对对，哎，猜猜哪个是雪芹？一二三四五，这个是吧？雪，这个是萝卜的，这是啥肉啊？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四道菜分别是就是萝卜、炒鱿鱼、饼和蛋卷。我知道，炒鱿鱼是你，饼。饼是你，今天给你们画饼，画饼卷应该是雪芹，雪芹卷，那我是萝卜，心里满啊，因为萝卜小辣，哦，萝卜蘸酱，小辣，真的好牵强啊，好牵强啊，反正一五零只有三个人，快来呀，钱，他们家送惊喜了。桃花坞两大企业，这个结业的时候做了一个友好的联桥啊！哦呦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这就是六五零，四个人，四个人，你猜吧，谁是谁？那是啥呀？饼，那是鸡蛋卷儿，这个是萝卜，这是炒鱿鱼，那不四个吗？对啊，正好代表咱啥意思？应该三个是吗？是啊，我说咋四个呢？这是智胜。然后这是蛋卷，我，为啥？我炒过卷嘛。这个是饼，这个是龙哥，这萝卜，萝卜，为啥是萝卜呀？小辣，你看萝卜是真是小辣，小辣。然后这几个东西你们包一块就正好是你们六五零了。哇，一起吃吧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二傻。哦。真香，好吃好吃，本来是这个很复杂的游戏环节，但这个游戏玩三二一，看这边谁怎么玩啊，是怎么你们俩我们俩，然后最后来一个赢的，就是两个木了，开始，我先开始，三二一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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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咱俩谁石头剪刀布？那我先开始。三二一，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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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赢了？他赢了。我赢了。你俩。咱俩石头剪刀布。我不行，这个。不是，咱弄错了。不是，咱弄错了。刚刚我们玩的是他一直在比划。那不对，你俩得换。交叉。得交叉。我一直没比划。那你咋赢啊？真的，我玩了好几轮，那你咋赢啊？来，那咱俩先玩啊，那咱俩先玩，来，到我了是吧？对，三二一，我下，三二一，我下，气死我了，来，我跟雪芹比是吗？来吧，来雪芹，剪子包袱，锤，行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干啥呢？你这玩意儿，你还梦姐似的。警告一次，慢了啊！警告一次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你来，咋了？这我。那换你。三一，往这边。三一，往这边。他赢了，智胜赢了。果然赢了这三位，你离开除确实也不远。哦，我才知道咋玩，原来是。
交替玩。对，刚刚咱俩给真是的，他一会儿这边，他一会儿这，他一会儿这，我操，那我咋赢呀？Let's go， 出发。朋友们，我们现在要穿越一条隧道，直接走到丽江。从这儿啊？嗯。从这儿啊？从这儿啊 ？Yes。他蓄谋已久了，我跟你说，还从丽江带东西呢。哇，这是你自己发现的地方吗 ？Yes。冲冲冲！哎呦，好像感觉有点悬哈。啊？观察一下啊，观察一下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从那边，神灯家族不走寻常路，都疯了，哇，这条路你都能发现，你是干什么呀每天？哎呀妈呀，哎呀妈呀，王传君，哎呦我的天，哎呀王传君，啊，不会吧？这咋过呀？哎呀，这神灯家族真的，哎呀，啊，扎死我了。我也觉得挺佩服他的。哎呦我的天哪！你走我后面吧，宝顺爷。啊？我给你开道。哎呦我的天！我把我的梦想就卖了仨俩仨。哎呀，凉快了啊！就是这个地儿吗，王哥？是啊。啊？就这儿啊？对。哎，这儿是不是可以穿到那个海滩去啊，哥？对。就这儿啊，我大概能 get 到一点，但是 get 不到太多。我想象的是那种很多都是那种高的参天大树，这个挺高的呀，你抬头看看还是挺好看的嘛，就是有点蜥蜴，像我的头发一样。王哥要开始买东西了，啥玩意儿？咱们摘星家门口松塔，那么大一个，嗯，我们可以对他许愿吗？他怎么就爱许愿呢？到哪儿都许愿，看啥都能许会儿愿。我会再回来的，下一次希望回来之后桃花币就放在桌子上了。咱要在这儿埋吗？沙滩边，我们马上去沙滩了。沙滩还要走多久啊？这边穿出去就是了。穿出去，要不你把我埋这儿吧，王哥，我不想走回去了，把我埋这儿吧，你们几个，我也不想走。上一次去呢，其实会更走心一点，稍微安静一些，然后这次去呢，就是真的是，有种，带了一家子就是哇哇哇哇的小朋友，然后在那儿就是那种感觉。蘑菇，来一口，来一口，来一口，一人来一个，来，你先打个样。你要带我们去哈哇伊吗？这都没有一个树可以让我爬一下的哈，我想上树的来着，就搞得晕头转向。走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要走多久？我是我疯了，还是他们疯了？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桃花坞。王哥，你是不是忘记路了？王哥，我一点没看到沙滩的那个。对对对，我也在找啊。你说实话，你现在是不是也蒙圈了？有一点，我上次一会儿就走出去了。我跟你说，你方向完全不对，沙滩在那儿。这不是左边吗？这是右边啊。我们应该往前面，沙滩在那儿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来带路。筋斗云，我一个跟斗直接到了啊。走吧，来吧，家人们 ，follow me。有你们是我的福气。又来一个忽悠的。一次没来过，说 follow me， follow me， 这边，这边，来来来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你要相信我敏锐的直觉。等等他们俩，听我哭的声音。谢谢弟弟。那个，你是不是在骂我呢？你居然对我说谢谢。那边就是海，但是这里好难走啊。我戴帽子来简直太正确了。看到海了。哇，好好看啊。
走到这里，这个就是这个，你看，时空隧道啊，咱现在成功的从丽江到了海口哈、啊。对，很喜欢的就是最后从那个树林走到了海边。走到海边的临界点的时候，可以透过那个树林看到海边的风景，我就觉得哎，还蛮神奇的。那个意境特别像今天我们从山里面到了海边，从丽江到了海口的那种感觉。哇，我们毕业了！一点的就行，坐在下面的两边就好，去吧，这个来吧，不用去吧，来吧，温柔一点，老师，咱们主打一个悠闲、啊，悠闲，观赏，享受啊，享受，江姐享受，咱来个享受就行。我们的神灯灵了，神灯灵验了，哎呀，带我们来吃海风吧，哇，好舒服啊，哇，只要相信就会有奇迹，对，只要相信就会有奇迹。咱们闭上眼睛告别吧，拜拜，注意安全，好嘞。桃花坞一杀青，就这样的生活和朋友们的这样的生活，其实就是没有了嘛。这次回来过就再经历一次和这个地方的分别，就又更喜欢上这个地方了啊，又在这边沙滩上又有了新的故事，又有了新的情感，然后这次再离别的时候就会又更不舍得嘛，舍不得这片海域，这片沙滩，就是那种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这种感觉，这次又回来了。